这位董事长，你几岁？八十岁，你现在30岁，来，我们拍拍手。这当然不是阿公的实际年龄，慈济之工说的是心理的年龄。朴实艺术课，阿公阿妈拿起蜡笔，为画纸上的帆船着色，唤起年轻的心。尽快老爷送，好像18岁。心真欢喜，我来画图，不要多了。画画也让人回归纯真原点。行动不便的阿妈没有经验，志工陪伴鼓励。啊，我讲叫伊，甲讲哦，伊囡仔时有画图，伊讲啊，我也无读册啊。有影，咱以前哦较辛苦，啊，伊款嘞为着生活吼，拢伫拼经济。啊，无要紧，咱即摆吼，气恼欢笑，气笑欢动。做啥？做事情被机器砸到。那这样画图会不会很困难？不会的，画图快乐。我这个叫我爱玉号的船，所以我上面写一个玉字，哎，那我就觉得这个海浪啊，其实下面应该还有鱼啊。那我这是阳光的船，所以我这边画一个太阳，哦，要出棚了，叫快乐出棚。画出心中的快乐，阿公阿妈的图多彩多姿。社区照顾关怀据点邀请慈济之工上课，注入活力。台视新闻，这是美之工林美如、陈千佳桃园报道。